在墙角。欢迎光临冷清的苦恼，风吹雨晒雨淋到感冒。原来生活已失去了你的拥抱，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诉说彼此人生的烦恼，泪流成河该如何干掉。原来谁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活下去，直到你把我全部都忘记。原谅我，只能够陪你走到这里。你知道我多么想念你，因为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这是多么舒服的天气，你知道吗？我生了一场病，路过那段走过的距离，想起了当时正牵着你的掌心。我可金鱼般的心情，吞下了悲伤，沉入了海底。哦哦，无尽的思念就快要让我窒息，原来你就是我的氧气。因为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你知道我多么想念你，因为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拥有过
music 那些事，你刚刚噎什么啦？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一个很 rock 的感觉。那再来一次，好，一二三，耶！你为什么这样子漏掉？这是摇滚的精神吗？你要从头到尾都这样才可以啊！大家最后一次，三二一，耶！欢迎收看今天的 music 那些事。这样 OK 了。可以，而且我刚刚也很认真。我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啊！我刚很认真的让你展现完这一切，而且我发现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非常的边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今天人来的人很多。对，因为我们今天现场就是人来很多，而且就是气势非常的强烈。真的，我们真的是很难得有 full band 在现场哎，而且是那种等级很高，骨灰级，就是我们里程碑级，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种。真的，真的。好，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四分卫，四分乐团成立于1995年，团员为吉他手兼团长的虎神，主唱阿山，鼓手维维，贝手奥迪，多年来以独立摇滚精神在世界各地表演，大受欢迎。10月份发行《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专辑。欢迎欢迎，而且人真的是很多呢。对啊对啊，而且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很少，我们几乎没有歌手会在现场直接演奏这么多种乐器。真的，而且今天人是多到需要双画面哦。对啊，我们今天现场机器超多，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平常进来，我们就可以穿过旁边直接走进。今天最少是什么？知道？最少是摄影师。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最少是摄影师吗？因为今天我们的人都被接去三星了。是摄影师，摄影师被叫招。对对对，被叫招。叫招了。然后他今天，你今天心情，你今天压力会很大吗？还行哦，哎，你没有弄好，我们真是等于是侮辱到我的偶像哦。对，我们今天就是一切全部都就是联系在他的身上了。而且发现他今天，因为我们摄影师他之前就是要把妹，然后他就把头旁边头发剃掉，然后今天全部都放下来了。真的没有妹。哎，那四个人，我们分别跟大家就是打观众朋友打个招呼一下，跟我们网络直播的观众朋友这样子。大家好，我是四分卫主唱阿三。换你。大家好，我是鼓手伟伟。鼓手伟伟。大家好，我是吉他手虎神。吉他手虎神，对，我是贝手奥迪。贝手奥迪一万，原本还叫就是 round down 上还想要要乐器 solo， 会不会很为难人呢、啊？有一点，对，很为难，就是自己介绍还说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尴尬，而且其实我们大家就是都对四分卫非常熟悉，其实我觉得比较综艺感啦，对对对，综艺感吗？讲完之后自己在那边扫圈，就还是你们愿意为那个大概是国中啊或是小学的那个粉丝，做一次比较有亲和力的自我介绍，这样才为难人吧？对、啊，你可以示范一次怎么样？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很抱歉，我们绝对不会叫你们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还是 solo 好了。对，最后决定还是把吉他就 solo 好了，拿出来 solo 好了。哎，不过无论如何，就是因为海坦今天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他就是很紧张。他以前在学生时期，他有认真玩乐团，然后当时你们是他的偶像，对啊。所以他今天就是有特地练了一段你们的歌。哦，可以，有这个荣幸吗？哇，有这个荣幸，我都准备吉他都拿起来，吉他拿出来，先拿起来。没有这个荣幸，我也要弹。放心，因为前辈人真的很好，他们绝对不会笑你或是批评。可是我真的很紧张，我真的很紧张，因为 key 其实很高，你知道吗？而且海坦平常来，他其实很少在节目前认真练习，然后今天刚在里面疯狂的练习，我真的是有一点惊讶。对，他今天要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献给他最喜欢的前辈。我们有荣幸帮你们伴奏吗？哦，一定要 solo 的时候可以加入吗？好，没问题。那我们前奏可以，我们就干脆就大家一起好了。他想要带一首歌，《雨和眼泪》。这场雨，直到我模糊了焦距，谁能够擦干
的滋味，失去了先前的思念，眼眶抑制不了冲动，落下雨和眼泪。掉眼泪了，那种感动的感觉。大学时期哦，你还断弦，真的，我们真的 rock 还要把弦刷断。真的，你刚刚体验到我在 Bro 我要掉泪的感觉吗？你现在要掉泪了，对不对？我刚刚有种那种感觉。对对，就是很沉浸在整个氛围，莫名的感动，哎，莫名的超级感动。而且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啊，我刚刚看到这四分卫都露出一种慈爱的眼神在看你。是吗？他们很少看到别人唱我们的歌哦，真的，真的吗？应该有很多，应该会有很多学生的团体翻唱你们的歌啊。有啊，我看很多，就是不管我在街头常常听到有人在唱《雨和眼泪》啊，然后表演的时候，很多人在选《雨和眼泪》这首歌。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是很多就是玩乐团的那个小朋友的一个偶像，小朋友。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就是大家都会很喜欢你们的歌，真的。那你们刚刚听到海产就是这样子诠释你们的歌曲，感觉怎么样？就是小朋友唱很好，谢谢叔叔。那真的是唱很好吗？还是你们被他的热，单纯被他的热忱所感动？好了，我后来看到就是我们在间奏的时候，大家都用力刷的时候，我看海产哦，我很认真在刷，我很享受，我很尽力，以前都没有一起练过。他有进来那个当下那个弦都已经刷断，刷断，我真的刷断了，那个整个热情被你。其实刷断不是我热血，刷断是因为我们预算很低，那一直没有办法换弦而已，就一直没办法没有按时去换弦。因为我们最近刚换完布景啊，所以就没有钱。对，然后选的部分就还先不能换，这样偷袭很多备选。等一下帮你换好。好，谢谢。那你等一下好好谢谢人家。真的哇，我们公司终于要帮我换选了，这样子。哎，不过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为对于大前辈，我们还是有一点好奇，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开始会有兴趣学乐器，以至于后来带给大家就是这么棒的音乐。不然我先问海棠好了，你一开始为什么要学，想要学乐器？因为四分位啊。然后你等一下，我抓周的时候是抓到四分位的专辑。出家人不打狂。然后我妈一放的东西。你抓周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几岁？没有。感觉那个时候抓周是那个塑胶垃圾回收刚好。没有，是听四分位的。没有，那时候也是因为很喜欢音乐啦。真的吗？当然也是女生觉得弹音乐的会吉他的男生很帅。但该不会所有男生学乐器的一开始的原因都跟这个有关系？就初中啊，对啊。是吗？你们是为了把妹吗？应该不是吧？是啊，我跟你讲，真的假的？其实一定在初期的时候，一定得找到几个简单的动力，这个绝对是很大的动力。但是后来会发觉说，好像真的没那么容易弹吉他把不到，也把不到。对啊，从夜校把到夜校都把不到，都把不到。真的。高中的时候在白天弹一弹，发觉找把不到，晚上再弹到晚上，等夜校来有没有机会，还是没有。后来发现跟吉他没有关系，因为隔壁班上的班草啊，好像都不用学就把到了。对啊，什么都不会就把到。打个篮球。弹太久了，那就所以当学到后来，已经丧失了把妹的动力，那是什么动力让你们继续支持下去？哎，怎么突然这么可怜？突然忘记你的动力在哪里？动力就喜欢啊，就是单纯就是很热爱这件事情，喜欢这件事情。对啦，就是到了三四十岁，还会什么别的不会了吗？就是当然是尽全力在这上面啊。哎，这倒是真的，我就觉得大家就是这种热忱，我非常非常的敬佩。哎，可是我有一件事有点好奇，应该你每个人都会一种乐器以上吗？
简单的会了，简单了，太难的，如果要太专精就不会，比较没办法。那一开始都会怎么选择自己喜欢的乐器啊？一开始哦，对啊，怎么选择自己想要的？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玩团的时候是都 copy 国外的歌曲，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想弹吉他啊，对啊，对，我在大家都想弹吉他吧，前面，因为贝斯就站很后面，然后鼓又在最后面，然后没有人想弹贝斯，所以那时候我就只好去弹贝斯，然后兼唱歌这样子。就弹贝斯兼唱歌，然后后来渐渐的，渐渐然后就是找到贝斯手，然后就把贝斯换掉，就专心唱歌，专心唱歌，就耶，我可以脱离贝斯的生涯。有抽签吗？哦，忘，但是我们很热情啊，很热心帮贝斯手买了一把贝斯。哦，因为贝斯，因为想让他弹到贝斯，一开始真的会觉得啊，我不要这个。可是我们帮他买，钱是他要付的，钱他付的是，就他订了一把贝斯而已。这是什么？一开始我学的，我本来也是要变贝斯手。真的吗？后来我猜拳猜赢了，我就不用。我说我不要。没有，可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女生喜欢贝斯手了。很纯女贝斯手。对对，因为现在大家，我发现现在女孩子就是大家比较不会，就是被单纯的。被吉他手所迷惑，就大家会渐渐看到这背后那个温柔又坚毅的男子。哦哟，对对对，所以被骗几次，大家也学乖了。真的被骗几次这样？应该是他们觉得是一样的东西吧？他们觉得少两样，差很多。没有，没有，我说不懂的人就是觉得长长的那一根就觉得是最长的那个就对了啦，最长的那把吉他比较长的。哎，没有，他们搞不好就搞不好真的也分不出来。真的啦，对，搞不好一般人真的看不太出来啊。对，可是就是好啦，每一种乐器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当然啦，不然怎么组一个团？弹不好的人以外，不是，是我们的弦不好，弦品。哎，没有，我是说你啊。对，我弹也没有很好啦。对对对对对对。好，但是因为其实应该，哎，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说，因为我们是独立摇滚为大家所知，对不对？那所以大家就是这边节目会有一点，哎，奇怪，我们发现今天现场杂音很多。你说里面吗？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现场直播啦，就是这个是 OK OK， 这个很难欸，因为里面的时候要把一段抒情歌就做成你们的四分位版摇滚版的抒情歌，这是一个考验，题目里面的考验，就把歌曲加快就好了。真的吗？可是那如果歌本来就是比较快的呢？不然我们本来就比较快的，对，你变慢了好了。轻一点，把它节奏做一些改变。可以示范吗？可以示范。可以，比如说把示范为一首歌，我们做两，这个一鱼两吃的概念。啊，一鱼两吃的概念。对啊，哇，也可以啊。比如说阿三，你觉得挑一首歌？什么歌啊？起来啊！可以啊。起来这个太难了啦。起来这个太难。或者是我们唱一段。好。然后看看你们觉得有没有想法可以改？好啊，好不好？可以啊。什么歌？有奥迪在，不用担心。就像这个很难哎，我们要出一个难题哦，好，我们都要出一个超级难题，好来哦，这样需要拿麦克风吗？是这个 key 吗？想要转动一分钟。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不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想来想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我好想你。这首歌有办法吗？可以吗？这是谁唱的？那个哦，这个是四叶草，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就你们最近走在路上，大家听到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对啊，来。好想你，好想你。就是顺降而已。啊，真的吗？还顺降而已。非常简单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超简单。这不是顺降吗？这样子吗？好，来。好，真的吗？我们马上就可以有示范了。因为我对这首歌也不熟，可是我刚有听到，就是最主要的那个几个 key point 和弦，好想你，对，就是好想你，就是一直好想你而已。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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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哈哈哈哈哈！好好玩啊！姐
简单讲就是弹快一点就对了，弹快一点，然后嘶哑一点，那个口气要不一样，嘶吼一点，口气凶狠一点，所以我分手快乐唱吼一点，好，试试看，试试看，献给孩子。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细水讲快乐，祝你快乐，会别错了才能够对的相逢，离开就爱像坐慢车，看到了这心就会是晴朗的。耶、谢谢台下观众六哥，这样就对了。摇滚不难嘛，摇滚元素其实也没有跟大家讲的一样，你要多 rock 要多怎么样，就是态度，对，就是一个感觉嘛，你就分为唱出来就对了，态度很明显，很鲜明，很用力。你刚刚是不是想让自己是伍佰？对啊，我没有，我刚前面那几句，我还以为我在听挪威的。我刚才享受着，就是好像跟四分一起开一场演唱会一样。哦，真的吗？就是这种感觉吗？下次找你来 fit 好了，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你们要找他 fit 什么样的歌？好，一定 fit 主持人呢、啊？哈哈哈哈哈！而且是暖场主持人，欢迎来来四分一的。我以为是 Pia 口的攻读生。那太卑微了，不要对不对？我还想可以请你来我们的演唱会，就是我们就是跟你合作啦。然后我在票口检票，这样票口在外面带动唱一下，排票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无聊，这样。好，那也可以，好好，也可以，好不好？那队伍排得太长了。你说，那如果有这个机会，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啊，是吗？我 OK 啊，一定 OK 啊。所以，我帮你们找到一个免费的攻读生。看一下，真的让你做那么卑微的啦。对啊，当然是开场主持人，暖场嘛，对啊，逗大家开心嘛。而且因为他们歌单排得很满，所以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一分钟暖场还是那种很快，上来一下就下来那种。哎呀，有人会 cue 你，还是很剩十秒。就一段而已，就唱一段而已。然后那下面还有人对你画圈圈，就画太多。也太可怜了吧。好，不过因为我们最近知道。就是分会最近就是有出新歌嘛，那最近有一首新歌是跟棒球有关，对不对？对，叫做跟他拼了，算是啊。那怎么会写出这样子的歌曲呢？因为就想为自己多鼓励，然后也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鼓励给别人。哦，这你们都喜欢看棒球吗？喜欢的，超爱的。那你们看，你们支持哪一个队伍？我们 Lami Go Monkey 也不知道吗？Lami Go 的那个 Lami Go 很正。Lami Go 那个 Lami Go 来上过我们节目。不要这样，我常常来你们的隔壁棚啊，我们常去 Lami Go TV 啊。Lami Go 很 OK。哎，对啊， Lami Go 真的是，我有好几个朋友在里面。这假谁？小妍哦 ，Linda 哦，你刚那个听起来 Linda， 你对 Linda 比较有兴趣，抓到了，因为很明显，刚刚明显吗？对，刚刚小妍，我也比较喜欢，小妍，Linda 我也比较喜欢，小妍哦 ，Linda 哦，那个语调是很不一样，还有吗？没有了吧？啊，什么？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好了，那就两个比较，就两个比较 ，Linda 赢啊，一定挑 Linda 的嘛？为什么这样子？因为 Linda 就比较好了，重点是棒球，对，这是棒球，我们准备撩妹了，对，重点是棒球，对啊，撩妹的是喝点。酒我们等一下再聊。对对对，然后最近台场晚上就是看前辈有没有办法。对对对，我们为什么棒是看棒球？哎，在看棒球的时候的灵感嘛，看棒球。对，就刚刚有说鼓励自己，也不算是，就提振。就当初那个导演就听到这首歌，想说哎，可以跟棒球。他觉得导演觉得适合做连结，就跟棒球做连结。好，那我们也可以现场听到你们演唱这首歌曲吗？好，跟他拼了吧。可以啊。好，那换个队。我知道你已经遍体鳞伤，我知道你已经付出代价，没有谁需要了解你忍住湿润的眼眶。我知道你已经能够学会那些辛苦活着的方法，练习微笑并流着泪，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犹豫了，赶快去变漂亮。很多时候我们独自一人顽强地对抗，那些难以道别的感伤，唏嘘收场的代价，就是要想尽办法跟他拼了吧。已经遍体鳞伤，
知道你已经付出代价，没有谁需要了解你忍住世人的眼眶。我知道你已经能够学会那些辛苦活着的方法，我知道你会跟他拼了吧，我知道你会跟他拼了吧。想尽办法跟他拼了吧，跟他拼了吧。跟他拼了吧。跟他拼了吧。哎、欸，真的超热血，在球场听到这个一定心情超好的。有一个那种全雷打的画面，我唱我都流汗，真的。那不是那不是歌，那是我们的空调坏掉了。那不是歌，我们现在马上调凉一点。对，我要调凉一点。那我们这种 my bad my bad。不过这个真的是很嗨耶，这个是。对，真的很适合，就是这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感觉。我想要去跑垒。当然是不只是棒球了，什么都篮球啊，跟就是人生工作，对对对，跟想要振作精神，然后还有提升士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都是很适合这首歌。跟他拼了吧。对，还想加油。好，会跟他拼的。还想礼拜一的时候 ，Blue Monday 可以听，就啊，一起跟他拼，跟他拼吧，就有了。最近每天晚上过得有点太糜烂，我会叫我哪有糜烂呢？随身携带，真的假的？对对对，也没有啊，可以找我。好，我拿威士忌那么大杯喝不完，哇，终于两个一起喝了。你愿意带他一起喝吗？我愿意，我愿意。哦，真的假的？好，不然我一个人喝不完。有空私底下再约啦。但是我觉得这样，我们不要把海产排除掉，我们不要带坏小朋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礼拜六，因为其实我们除了 music 那些事之外，我们就是礼拜六也有一个学生天团嘛，对不对？因为但讲到学生，就是我们知道虎神常常担任那个学生乐团的评审，对不对？是。然后因为就是我们节目其实就是除了一般观众之外，当然也有很多在玩乐团的学生收看。然后这边其实难得有常担任评审的那个大大来这里，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就是聊聊看，你现在觉得现在的学生乐团你觉得如何，或者是想要给他们怎么样的特殊的建议？我刚好礼拜六的节目就做就学生乐团，对，才可以让他们可以跟你们一样，就是这么经典。其实现在学生乐团反而跟以前我们比较不一样。现在每一个同学其实，因为可能我觉得因为资讯太发达了，所以每个同学好像想要玩的东西都比较不一样一点。对，以前我们可能大概曲风都差不多那几种，那现在因为多了以后，我觉得老师其实也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自己要跟着成长，你要多听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你不应该用完全用自己的角度来去。有时候我其实跟同学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很不想拿起吉他，因为我一拿起来我就一定会弹我自己习惯的东西。嗯，对。那有时候老学生其实会觉得说，其实我老师我其实我不想要弹那种，对啊，然后他会觉得有点老套还是什么样之类的。他老师你怎么在弹这个？对啊，对啊，好，就是我不敢听嘞，老梗。对啊，所以就尽量，我觉得反而我希望说看到同学们他只用自己的方式来去弹奏，自己去演奏。那我觉得也不需要说你一定要十几二十岁而已嘛，不需要说把自己弄到真的很厉害怎么样之类的。对啊，每个人大家都平均，我觉得玩团有一个好处就是，
几个像什么几个臭皮匠凑成凑成的诸葛亮，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玩的就是快，就是快的。然后大家几个人凑在一起，然后你敲敲打打玩出自己的样子来，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一辈子都不会有人可以取代的，真的。就是别人弄偷不走你的自己的东西，那个快乐，那个回忆。对，像我那个时候也是，我学了四个和弦，我们就开始了。真的啊 ，C M I F G， 大家开始敲敲打打，也就很像了。对啊，那以后真的说未来要把它变成工作，变成职业什么，我觉得。太远了，不用那么认真，不用那么想那么，先开心的玩音乐，开心的玩，而且你从开心里面一定可以玩出一点更有创意的想法来。哇，真的，哇，而且，可是我遇到的学生，就是老师都遇到可能比较好的学生，我遇到的学生在我去听他们乐团比赛的时候，他们让我花最久的时间都在听他们在调。就是他们，等一下，等一下 ，Excuse me， 你的意思是有学校找你去当评审？有，我有去，我也去评啊。那些学校是真的没有钱，没有预算啊，没有预算啊，倒贴的评审。对啊，所以我去评啊， oh. 我去评一个整体看起来的，因为我是那种口碑型的乐团，你就有一些我那种口碑型的，你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那没有，学生不是很多会遇到那种在那边调老半天，就是跟 PA 大哥那边对老半天那个。我自己遇到的啦，我听到是有点等太久。对啊，你把他先拉下来，说你先到旁边调的。你要调那么久，就我自己看到，其实学生都不错，哎，很热血。其实我遇过难度最高的，我是在哪？我是在监狱里面教。哇哦，哇，里面那些真的才是。他们手拿起来，他说：“哎，老师，我以前拿枪是这样子拿的，就是他拿到以后，咚咚咚咚咚咚咚。”那真的是很特殊的经验。以前拿散弹，他就说以前在外面剁手掌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学的认真吗？我那时候刚开始还有点担心，对不对？那后来他们大哥们学习的状况如何？哇，那个后来变得超厉害的哦，真的，就是很认真。其实他们手很硬，可是他们慢慢的去摸到一个程度以后，其实也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弹出一个样子。嗯，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玩音乐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就是大家先开心的玩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样子，就先不要被其他既定世俗现有的模子给框架给框住，就不然的话，其实你的音乐就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就没有办法真的玩得这么开心。真的，所以开心最重要。对对对，开心最重要。但讲到开心最重要，我们这可是麦卡贝的节目。今天的 Music 哥先生，虽然我们是音乐节目，但是还是不可避免，每一个来上我们节目的来宾都必须要面对一些考验。哎，真的，我们要玩一个我们的电动玩具，节奏感平常一样，大家玩乐团节奏感一定要好。我觉得除了伟伟之外，不晓得其他人的节奏感如何。玩乐器应该都还蛮好的吧？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不用比啊，你们他们比就好了。你是评审，你是评审，你是担任评审的角色。真的吗？真的要這樣？因为如果你在玩数门，你自己也不好看，对不对？如果你今天玩到考到输掉，你要是玩输，大家会笑你，其他人大家觉得还行。对，我们今天鼓手拍子不好，那种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对，所以我们是几个人呢？最多是四个人，荧幕好像有点黑，那个荧幕有点太黑。那我觉得，就是奥迪、虎神、阿三还有海彩。好啊，好啊。对，我们今天就让四个人进行挑战。对，但是输的，你知道我们的惩罚很残酷哦。动一下就好了，是不是？我们的处罚是什么？好啦，今天的处罚其实还好。今天难得有说处罚在我们 round down 上。处罚是逼你们唱小幸运，就是分数低的人等等要自己 solo 演唱一段。Modulo 是什么？来，那我们就准备一人。现在可以先选歌啦，先选歌啦。好，现在我们一人一直到前面去嘛，对不对？到前面去。要到前面去。对对对。来，你们去前面，我当评审哦。好，一人一支摇杆。我算是。可以。我们的派出是用按的，对不对？海坦算是我们节目里面节奏感最差的啦。用按的要怎么用？按的也太难了吧！哦，这是用按的，用按的真的。所以不是用敲那个。挺困难的。怎么按？我们先按什么？糟糕！所以一个人要去负责一个颜色就对了。他们都有用按的也太难了吧！用按的要怎么玩？这是不是整人啊？整人游戏。按一下 A， 用按 A。有的话你按一下 A。OK。有了是都有了，四只都有了，二 P。对，都有了，好好。我是哪一个？你是二 P， 你是二 P， 对，我也是第四。哦，有看到，第三 P， 你是第四个，我是第一个。那第一个到最左边，我应该自己去排了，不然搞混。我是三的。音量好像可以再大一点点。用按的我不会玩哎，不知道怎么玩。一个是打，音量好像可以，我们现场那边没有什么声音。一个是框，一个是鼓吧。对，完了，到底哪一个要按我都还不知道。对啊，哪一个？来，我们玩很难的哦。海彩，你不能挑只有你听过的歌哦。来，我们这个好不好？我们最难的好不好？你要太难了啦，最简单就好了，很死。不行，简单就好。简单。第二个。第二个就很难。第二个这么多颗星哦。按 A。
哪一个是哪一个、啊？我们可以先试玩吗？我们还在研究，没有。最难的这个，中不是这是什么、啊？这是哪一个？四 P 那么难啊？这是哪一个？一是红色，二是蓝色。四 P 怎么那么难？以上蓝色是什么？蓝色是二。哦。哎，这难度好像大不一样，是不是？四 P 怎么那么难啊？我们节目感到很抱歉。哎，四 P 怎么那么惨啊？四 P 可能比较强啊，因为他自己选最难的啦。是吗？对。哎呀，那重来一次好。加油。对，为什么？你可以重来一次吗？好好难哦。好，应该。他打架。我四 P 怎么那么忙啊？在忙。我也觉得好难哦。从来，我们这次选那个，我们难度选一样的，好不好？难度选一样的，对。哎，我按错了，我按错了。还想念雷？行，来，你再按错一次，你就要懂这种节目。我跟你讲，我按一下，我看怎么按，怎么结束。好看，我一开始我到底要按谁啊？你有发现我平常刚刚是暖身啦，刚刚是暖身，刚刚先熟悉那个按键，那我按就好了，好不好？要求按，只有一跟二，就这两个按键，对不对？就是一跟二而已啊。对对对，来，我们来选歌，选大家都听过的，选那个什么哆啦 A 梦什么的，哆啦 A 梦太容易了吧？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谁听过啊？好，我按了，我们来听，我按曲，我按曲。好，都可以啊。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一是红色，二是……好，就这个。好，都可以。这首歌，干单，那我们选简单的。四颗星，我们大家你们要全部一样，对对对，全部选第一个。我那个要右，等等，视频这边也要，视频这边也要。音色，右边，这个。右边，好。哦，对 ，nice， 就这样。完了，好，终于就一二而已哈，一二，加油！我一只手让你们，你一只手，因为二真的啊，来，我摇滚魂，目前看起来还行，目前看起来大家都还行，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好来，你话不要说太早，我跟你讲，等，超级。哎，这好像真的有点太简单了，谁选的、啊？来，我们一定有一个笨蛋会出现。我觉得简越简单越好，你知道什么？分数才差不多。哎，真的，就会有一个，其实就有一个最雷的。鼓这种东西越简单的反而越难打。哈！有这个。奇怪，目前看起来还想分数最高，哎，怎么可能？因为我跟你讲，我是天生的，等一下音乐人，你天生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所以你说他们不是就不是？我告诉你，你真的不要乱呛哦，你这样没办法生存哦。哈，好，现在目前奥迪分数最高，是哦，奥迪跟。奥迪阿三海彩，这是狂汉的意思吗？神哥，哦。我们分数很是什么意思？我分数咬很紧哎，对，就是这样的刺激。好了，哎，还想被追过，还想被追过了。现在各位要意识到，分数最低的那个人，等一下要自弹自唱小幸运哦。等，不可能的。等，看，我现在准备要踩双踏喽。哪里有双踏？你踩啊！等。为什么可以扣那么多？噔噔结束了，哪里啊？飞音了，差点出发，太输了，被骗了。哎呦，太强了！好哎，四 P 最弱，酷力啊，成功，四 P 抓到了，火神哥。那我们只能请那个唱小幸运了。小幸运怎么唱？等等，我看看。来，我第一批。哎，我最高哎。对啊。哇，好强哦！奥迪、阿三、海产，我第三。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五次之内玩这种游戏。而且不是用打的，是用按的哦。而且是用按的，还要上书吗？可以上书吗？他这个按应该也是用按的，真的比较难。真的吗？你们要再上书一次吗？要上书一次吗？还可以上书吗？
好，那我可以，我可以帮胡成哥代打吗？代打，代打，我们代打，我们代打。来，这跟鼓手之战哦，这一战看 你这次会好，最后一战。大家都知道，最后是大家真的要准备好，这一次最输那个人真的要自弹自唱一首超级抒情的歌曲。暖第二个，第二个难度了，要不要？好好，我就选第二个难度。我就选竹还不错。四匹啊，那大颗的嘞，还好。一样。OK。好像都一样，啊、都一样，就是一直凌乱而已。看哪个？按 A。对对对。好，对对对。好，来哦，生死对决哦。准备好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最赢的没有再上诉了。今天最赢的那个，就以后就是四分的鼓手。好。你们是不是又选到不一样的？哎，这不一样哎，跟男哥一样。看，等，等，这个超难哎。一三二四是一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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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什么不一样？一三二是一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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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这，我知道好难哦。糟糕，四分位鼓手会不会换人？会换我。目前是第一名。这样你就有工作了，海产。哎呦！哇，好难的，真的很难对。好难哦，这个。你们觉得有办法一边弹贝斯一边打鼓吗？当然没办法、啊。哎、欸，好难哦！噔噔噔噔噔噔，不敢。还有这个散花，哎、欸，超难的这个。噔噔噔哒，噔噔噔哒，噔噔噔哒。哎、欸，这个用眼睛看的花。哒哒哒哒哒，噔噔噔。我根本听不懂，跟音乐没关系啊。太 fusion 了吧？对啊。三连音呢？三连音，大大，噔噔噔，大大，噔噔噔，大大，噔噔大大，噔噔噔噔，大大，噔噔噔，大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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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靠，好危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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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开始恢复鼓手的那个尊严了，哎，好难哦，超猛的，他是整个拉超开。我刚看到连打，我还不确定那个叫连打。对对对，那个超难的。哦，很难哎，我眼睛快花了。等等，哎，我就看起来鼓手是不会换人。哎，海产加油！这个鼓手真的跟鼓手才。海产，你最弱，你加油。我最弱，你最弱。我又不是玩音乐的。你讲最丑。现在开始讲自己不是玩音乐的。你刚不是说你是音乐人吗？我没有啊，我是主持人，暖场而已。开始你们角色有点不一样。对，你知道我们常常这样子，我们是比较没有志气的那种主持人。耶！鼓手真的是屌屌屌虐！哎，我现在看一下，现在在场那个分数还一样哎，海产跟阿三同分嘞。PK，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输的赢的当主唱了。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时间 PK， 还是你们俩可以合作一起唱一首歌？合作，合作，唱一首歌。哎，第一次太强了啦！第一次看到两个人同分哎，这个也是个缘分啊，完全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还要双重都是唱歌的人。什么？你刚刚不是说你不是玩音乐，你只是一个主持的吗？对对对，就是一个暖场主持。没有，我觉得这是缘分啦。好啦，那不然这样子好了。不完全同分，其实真的。哎，好强哦！你有把握住哎，你刚刚是很紧张。我没有啊，没有，平常心，平常心，真的很自然呐。没有后来分数，因为他跟音乐没什么关联，没有关联，所以他就很镇定，很镇定的做这件事情。对，我一直想听歌没有用。我对这个游戏陌生到刚刚连打，我还待在那边一直。哦，那个叫连打，很彷徨。不是代表你们很有天分，就最后还是获得了分数。同分同分真的太神了。哎，对啊，所以其他呢？你们两个懂吗？所以你们两个要不要合作唱一首歌？好好，没有什么歌都可以，什么歌都可以。什么歌都可以。那就来一个，来一首。这样子我们还是。所以我不会唱。那就来一个，没有，来个会的。我就以阿三为主，好不好？好。好。你有想到什么？什么经典歌曲？就是比较抒情、经典的抒情歌曲。那我们可以唱一小段就好了，一小段就好了。我是可以跟上你的。好啦，你陪海产唱起来好了啦。起来，加油，可以吗？可以吗？好，起来可以，好吧。有谱是不是？有谱吗？还是都上面都有？找一下有没有谱，还是都按一下，还是唱？
雪的沙滩，快乐悲伤浮在身边，无法抗拒这味道，让空气分割我的脸。突然间我才了解，就在起飞的那一瞬间，我不能独自在海上漂浮。于是我闭上眼睛去抚摸在黑暗中挣扎的光线，于是我又开始这疼痛感觉。起来，我要你看得见，再大的风雨要用力飞。对，因为我想享受啊，对，我的脑袋就自动把你整个人忽略掉了，自动可以把我 mute 掉这样子。哎，刚刚真的很棒。哎，不过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想到很好奇，因为像海产啊，他这种粉丝他是比较默默，就自己在家里听你们的歌。那平常你们是怎么跟粉丝互动的比较多？其实我们还是都靠 live， 就是 live 现场跟大家互动嘛。乐团在现场渲染啊，而且刚起来那首，其实我听到其实算是有点生气。为什么？因为那起来这首歌，我就把它设定为闹钟铃声。可是闹钟铃声吧，好听是好听，可是你听一两个月的时候，你会可能哎，会有点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就有点哎呦怪怪的哦，怪怪。可是还是很开心啊。对啊，对啊，那还是很开心，因为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台湾应该95%的人口都会唱这首歌吧。对啊，就是起来，就不包括婴儿或是那个婴儿的话。我刚刚叫海产鲜，他说他先讲出来，他刚刚很尴尬，因为他就是他平常比较默默，不太讲话。对啊，我就是那种默默的铁粉啊。对啊，对啊。那我是铁粉，那平常你们就各地演出啊，你们有在比谁的粉丝啊会比较多吗？这不用比啊，一定是，一定是。大家一定说自己啊，龙泽秀山啊，真的。你一定会讲别人，还是你会说自己？我会说别团吧，就直接牵扯到别团去，因为他们都要弹乐器啊。那有时候我不用弹，我可以去跟大家互动啊，干嘛之类的，拍握个手啊，手挥过去啊，要逗大家开心啊，那时候。哦，对，这是蛮那个。不过其实因为现在像现在那个乐团的形态，然后其实越来越多观众会认识到乐手，然后应该也会就是你们应该每个人的粉丝都有越来越多吧。有个别创客个别的粉丝专业吗？没有，我们只有阿三创，阿三创。真的吗？会不会觉得经营粉丝专业很辛苦？有一点，心很累啊，心不是，有时候会一直要想梗啊，有时候。对啊，每天都要想，没办法想那么多。真的，有时候就很羡慕，就有时候就觉得我可能一整天都不是很想讲话，就不想发文。嗯嗯，对啊。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就是表演，除了 live 看到你们会就现在因为比较流行的就是手机直播啊，手机 Facebook 直播啊。我们直播的话，有时候练团会开练团啊，录音的时候就做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大家想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哇，就练团录音的时候直播。基本上平常要开直播。我觉得好像也比较包包，对，也不知道跟大家讲什么，对不对？就是对啊，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有的东西，比如我们有在做事情的话，大概是偶尔间，然后这样自直播，就觉得很尴尬。对啊，对，我觉得你们现在可以5-6点直播，然后就唱起来，我觉得很荒谬啊。哪个唱的早上5-6点？对，现在有人看啊。哎，重点是自己要先5-6点起床，这件事本身很累。阿三，阿三可以啊，阿三可以，真的假的？真的吗？他起来跑步啊，可以啊。我这么健康，也没那么早。5-6点有点太厉害了，但是我觉得7-8点是可以考虑。真的蛮酷的，这个蛮酷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今天啊，就是四分卫有还有为我们带来其他歌曲，对不对？那现场我们可以再听这首歌曲《默默》。好，好。不过可以那种7点起来跑步。
的时候就直播，然后大唱，这连公园周遭的住户都会被叫醒。刚刚是一次了，刚一次了，来啊、哦，好啊 ，OK， 来啊、哦。熟悉的这里，于是坚强默默地倔强呼吸。我只是遭遇了倾盆的大雨，于是泪水默默地离开眼睛。亲爱的，用力哭吧，其实我也和你一样，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哦哦哦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哦。熟悉的这里，于是脸孔默默地觉着安静。我只是学会了遥远的距离，于是时间默默地错过曾经。亲爱的，用力哭吧，是我也和你一样，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哦哦哦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很嗨的歌，真的都超级热血，很棒很棒。真的，你们朋友无聊，我们应该先送一下你们 CD。我真的，对，我们应该边听边看，边看歌词嘛。对，我刚才在想说那两张是什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是要放多久吗？节目都要录完了。跟我们讲说，我们该不会拿不到了吧？对啊，里面有歌词。哎，终于拿到这个，这真的很棒哎。想要跟着唱还真吓人。你们这个是。泼水拍吗？对啊，真的。你们淋了多久的水？我们叫一台那个洒水车，真的假的？整车的水都洒完了，一点淋到一点吧。这个很酷哎，潘玮有感冒吗？有，我感冒了。我有看到，我能在远方露出一个很惆怅的表情，因为我后来看到那个设计师他们脸书，他们就说哇，整到他们好开心，真的。哎，不会，可是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超好。对啊，这个真的是分不出是鱼还是眼泪嘞，鱼眼泪嘞，这个。对啊，这种男子汉的感觉。不过既然我们拿到这张 CD 啊，也拿到这张专辑，我们就会很想要就是帮观众问你们一下，就是你们最近有怎么样现场的活动是可以跟大家接触的吗？
我们最快是12月3号，12月3号有一个发片的演唱会，发片演唱会，发片的演唱会，对不对？就这时候你知道我们节目就是这么厉害，他们才刚说12月3号有在三重有发片演唱会，你不会就抢到票了吧？抢不会抢票啊！对，没错。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都没有，都还没有，对不对？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场吗？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张票，就是这里要送给大家，就我手上总共有3组6张的票。那这边呢，地点是就是12月3号，然后我们在那个Clapper Studio 那边。那这里呢，对，三创那边。那我们这边是晚上7点开始发现 Live 的音乐现场。那这里要怎么抽这些票给大家呢？就是大家一样，就到我们麦卡贝 Music 那些事的 Facebook 下方留言，就说我好想要看四分卫的演唱会。然后挂号海产是暖场主持，一起找我，主要这样。可是刚刚他们，我记得，所以你要准备，你要一分钟而已嘛，你要给5000块，对不对？对对对对，我还要买5000块。因为主持人这个是用买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为现场帮海产的这个消费加油的话，就可以到现场去看海产。谢谢。好了，就大家到我们 Facebook 上面留言，就说你想要去看这个演唱会，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3组6张，是1组2张的这个演唱会门票。那当然你都可以带喜欢的女生去啊，但你们要确保那个带你喜欢的女生去不会看完他们就变心，就不喜欢你。为什么？因为就爱上四分卫啊，爱上四分卫，对，爱上四分卫一定的啦，是绝对不会喜欢上海产，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很难讲哦，我跟你讲，很难讲哦，我是跟阿三同分的人哦，哪里同分？我们现在 level 是一样的哦，我们现在等级是一样的哦。你是说哪个部分的等级？五多只，哈哈哈哈哈。鞋子跟太古达人，鞋子的大小吗？鞋子的尺寸，你鞋子几号？9号。那你穿几号？对不对？哇，你们同分嘛，这样子很合理啦，大家可以这样同。一个差不多一样的，是不是？没有，这如果要是你们颜值一样，对你来讲就太美好了。对，超级美好。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因为海产现在心情觉得这么美好，有没有可能就是请你们今天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就以多么美好的一天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好的，歌词拿出来，歌词赶快拿出来，而且我们要马上马上，我们的节目 ending 是要用一个乐团式的方式跟大家再见的那种。大家再见，然后乐团一直是唱，就是在那个结尾，就是结尾，然后尾奏就我们刚好可以做这个，大跳跃，就做 ending， 然后就结束，然后就大跳跃，大跳跃。你知道上次做这件事情的好像是有机人，哈哈哈哈哈，大跳跃去。我们要拿出歌词来喽，我们准备拿出歌词，我们拿出歌词。我还找不到歌词，怎么不见了？第五首。上我的脸，我担心干旱持续好久，水枯会缺水。多么美好的一天，又接近末日一点点。我独自坚强思念，思念啦啦啦啦啦，多么适合凋谢。人们的笑脸都挡住背后坑坑巴巴，无奈和狼狈。多么美好的一天，想要说的却忘了些，被困在医院好多思念渐渐地枯萎。多么适合凋谢，想念。
想要忽略故事的细节，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奔跑，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脑海全干掉，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啦，除了你呀不在我身边，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啦，除了你呀。有跳到，有跳到，有跳到，让我们听到，对不对？让我们谢谢四分卫跟我们大干爹 All Music 赞助，下个礼拜，礼拜四再见哦，拜拜。